就被吓了。对，那我们再。你好。半车行的可以。我调就好了哦，好。量才不多啊，那个好吃哦。去炸，昨天。我给你们再说一下哦。嘿嘿。看卖无，无坐啦。你怎么回拢？帮他拍吗？嗯。他要拍你呢。YouTube 吗？对啊。他知道我啊，我来拍叫卖的啦。你不要看叫卖哦，会上瘾哦，不要乱看。真的不要乱看叫卖。我看好多。